乐学堂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玩乐学堂，我是晶晶姐姐。噔噔，你们看到我的小帽子了吗？对了，今天我就是要带大家去厨房里玩玩具。到底要在厨房里做什么好吃的呢？一起去看看吧。哇，原来是做披萨的材料啊，晶晶姐姐可是最拿手呢。请来看看我们的菜单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快选一个最喜欢的，第一个做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了，就按照你们选的，请来做第一款新品。噔噔，放在这里。首先要拿出我们的披萨饼，要从这里拿出我们番茄酱，这个。番茄酱打开吧。哦，原来里面这个材料还没有拆包呢，来把它拆掉，把它捏出来一点。啦啦啦啦啦，再来把它擀平吧。哎呀，做披萨果然还是会比较难，来用擀面杖把它擀平吧。嘿嘿嘿，好啦，现在要拿出我们的印章工具，把我们需要的圆形卡出来。出来啦，边边取掉吧。接下来就要把这个番茄酱放到我们披萨饼的里面啦。啦啦啦啦啦，哇塞，刚好啊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将放入我们的盘子。哇，放进烤炉要小心哦。按照菜单上面，我们接下来要把上面的虾和蔬菜都做好。咚咚，这是我们做虾的工具，你们猜猜是怎么用的呢？从这里打开，接下来虾我们用粉色在这里。也是摘一小部分，哈哈，小朋友们看，晶晶姐姐把它弄得像手掌一样大。接下来用擀面杖把它擀大一些，接下来是一个这样的印章，印到上面，把我们想要的颜色，就按照这个形状印出来啦，好漂亮啊！要把它放到我们的这里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它放在这里，把它合上，呜，再放进我们烤炉的上方，咚咚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按钮啦，按下，我们的虾就做好喽，一二三，中，啾，呜呼，让我们来看看虾是什么样子的。哇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快看，虾已经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蔬菜类啦。同样的方法，来找找蔬菜在哪里呢？这里，同样打开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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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也是捏出来一片。这个方法可是真快呢，我就可以很快很快的把我们想要的形状大致捏出来。接下来要用擀面杖啦，拿出我们的印章工具，哦，刚好够大，嘿嘿嘿嘿嘿，把边缘扯下来吧。蔬菜用哪个机器呢？绿色的机器，把它打开吧，小心的放进去哦，合上我们的机器，嘟嘟，准备好了吗？小朋友们，下一步该做什么呢？一、二、三，中！哇，三片蔬菜全部都做好了，这个味道很好闻，很好闻。还有一个黄色的蔬菜，我们也要把它用同样的方法做出来。
哇，这个新品看起来真是太好吃了，晶晶姐姐都流口水了。先来把它放在这里。噔噔，小朋友们，接下来晶晶姐姐要做一个叫做笑哈哈披萨，你们能猜到是菜单里的哪一款吗？仔细看哦，准备开始。关注和订阅我们，下期再见。